最长的状态就是10小时09分，撞了21252区，并在群众中心进行群众说话表演，最后就撞成一个吉尼斯人。不得了，郑大爷的平衡力和体力惊人呐。不过据说郑大爷退休前是个地质工程师，不是什么舞蹈演员，更没有耍杂技的从业经验。大爷，您这绝活是怎么练成的呢？在1997年开始的，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，就是华兹那个舞，抱着这女同志转的时候，那这女同志说转头昏了，我说我转头怎么不昏了？这时候才开始发现我有旋转天赋，后来我就坚持有意识的练习旋转。瞧，郑大爷在整个旋转过程中始终从容淡定，保持微笑。您这样转，身体感觉还好吗？年纪大不影响，转手对精神有好处。我腰椎本来就不大好。转的时候呢，就是可以活动腰杆，你就天天转1个小时、2小时、3小时、5小时，最多转8个小时，最后转10个小时，这个身体就转好了。别人旋转几分钟就会头晕，郑大爷却能在旋转中治病。大爷，您不愧是旋转王啊！而随着旋转时间的增加，郑大爷越发觉得单纯的转圈已经不够了，于是他开始边转边加新花样。你转了很长时间，哪个看你了？没人看，就能创了一个记录。要转出要有一个技术性，要这套技术性就艺术性方面发展，所以就在转的当中就搞好多的玩意儿，就是转的锤子啊，转的锤锤呀，转的就是右手锤，转的左手锤呀，甚至是转的用头锤，在不断的创新嘛，在不断的调整自己嘛。